家晚安啊！晚安，我是出又来打工的新苹果。然后我身边这位呢是，我是今天的赛评戳戳。是的，耶！今天呢是我们神魔之塔算是九周年前哨战的最后一天吗？因为27号是生日嘛，那今天是26号，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的呢，就是神魔高手的表演赛啦。那神魔高手表演赛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进行，以及中间进行的中间的过程，还有最后能赢得什么奖励？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吧。Go。好的，那么一样，我们这边的话会是，已经分好我们的组队了，光组跟暗组，相信有参加应援的大家都知道了。每一位呢会，每一队会出战一位选手，那位选手呢就是两队光暗队 PK 嘛，胜出的那一个呢就等于光队得一分，或是暗队得一分，那我们最后会做一个累计。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决定他们应该要比赛什么样的关卡呢？有看到戳戳现在手上的这个大箱子，没错，我们等一下就会现场抽出，他们分别对决要比赛什么，挑战什么关卡。那每个关卡都有它不一样的，就是难度，对，指定队伍以及他们的就是难的地方，那就是考验选手们当下的反应跟当下的心情啦、是的，那么挑战的时间呢，一样是10分钟，10分钟之内最快速通关的那一个就胜出，所以可以一直重复挑战，反正就是比最快的出关速度啦，等于这么说。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奖励的部分啦，大家应该都觉得到底会能得到什么奖励呢？等一下，我跟导播之间的默契，只要胜出的话呢就可以获得零金破，就是光队胜出的话就是光属性，光属性的金魄，然后暗队胜出的话就是暗队的金魄、那我们最后的就是10个金魄的部分。那最后的结算方式呢，比如说光队得2分，暗队得2分，那就是光暗金魄各20个、那当然说，如果大家有参加应援的话，就还记得那个留言的应援吗？就最后的奖励也会再统一派发，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挑战的人员有哪些吧。导播好的，第一队的话呢，光队出战的是我们的屠龙者对上我们的暗队的 MK 子，第二队呢是光队的白白台湾雕对上我们的鸡翅肥宅，第三队呢是我们的早安哥对上我们的早安弟，又是兄弟对决、没错，而且等一下会有选手画面，最后两个长得他们那个两个长一样的人。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光队的猫猫对上我们暗队的 NKH 啦，都是非常厉害，而且相爱相杀，这这里是有 CP， 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呢就是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玩神魔之塔很厉害很厉害的青年才俊。那我们就来期待等一下比赛会发生什么事情吧。那我们首先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一队，是我们的贝科，对，我还没我们要先抽出来他们打什么关卡。那这里面总共有4颗球啦，分别代表1、2、3、4关。那我们这边先请金平帮我们抽出屠龙者。那我们等一下进去关卡之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关卡有什么小秘密、因为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关卡里面有很熟悉的名字，但是图片长得不太像，因为那些东西不能出现。好，那我抽出来了，第一队要打的就是第一关啊！第一关看来他很兴奋。第一关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们这边看得到选手的画面，我们看到屠龙者他直接从你这样跳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我自己觉得这一关，这路西法应该是四关里面就是最直观的一关啦、因为毕竟其他两关我特别为他们选的。完蛋了，屠龙者好像要恨我了，很奇怪的队伍。但是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不是只是就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怎么看到好像看到仙水跟看到就是瑟雷夫的关卡，现在应该蚩尤随便虐吧？不是，我们的队伍是有特别特调过的，有良心达人设计的。好，那如果说现在选手们的画面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边进入我们的等待画面，一边让戳戳告诉大家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样？队伍画面如何？大家请帮我们进入，选手们请帮我们进入队伍画面哦。现在要挑战的是北科屠龙者对上我们的 MK 子。MK 子在香港的部分，跟在香港分部那边。对，所以我不知道 MK 子现在的心情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刚刚屠龙者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没有吧？他看起来很兴奋哦。哇，那是兴奋的意思吗？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像蛮恨我的。他如果他等下直接把那个直播给关了。好，那现在好像现场还在做一下准备，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队伍画面怎么，不是队伍画面啦，关卡画面怎么样？毕竟关卡画面出现了，
不然我们可以先来聊一下这个第一关。哦、那这个第一关的指定组队其实不是我组的。哦、有那是谁？如果有老玩家的话，应该会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挑战叫《来自过去的挑战》哦、分别是一峰王到七峰王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嗯，对，那个就是用那个时代对我挑战。那我特别从这边挑了里面跟技术比较有挂钩的六峰王哦，出来给各位看一下。那你指定的队伍是？官方那个时候指定的队伍是七星的洛基配七星的妲己。哦、oh, ，很那个时代的队伍，很那个时代的队伍，那个时代我也是用这样子的队伍打上来的。我手抽是妖狐，不好意思，这个我不管几年，我都还是要说，我手抽是妖狐。那老玩家应该会记得，六峰王的地狱级在第一次出的时候可是哇哇，也就杀遍了大家的口袋，杀遍全天下，开什么玩笑，石头全部吃光光。我记得过分，很过分的就是五峰王也不好打。对，五峰王是毒龙，对，毒龙也是。很过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挑关卡的时候想说啊，一凤王就是靠赛，我不能选这一关。对，然后后来仔细审查一下，哎、欸，二三四五封铁的队伍好像有一点太容易了，对，太普通了。对，然后七凤王那个队伍是难到，因为七凤铁队伍。不过这次七凤王他给的妲己是已经有武装龙科那个年代的妲己了。没有龙科，没有龙科的妲己是不是？什么龙科都没有。哇，好棒哦，是五秒的妲己。今天的挑战赛基本上队伍。最高只会到七秒吧，就是解难的那个七秒。解难的七秒。对，其实队伍不是六秒，就是五秒。好高兴哦！可以期待一下选手的手转。因为其实，在看王者杯的时候，会常常看到一些选手使用，就是像是日月狼啊这种队伍来挑战。嗯、但是日月狼毕竟拳头很大颗嘛，这个拳头可不大颗哦。对，不然就是像七成那种，虽然说转出时间很久，可是你回看他就。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像现在的话，等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伤害是什么上古时代吗？对，就是上古时代。我们现在可能会被那种啊，我觉得现在队长平砍应该要十几二十，哦，那个时候平砍是十几二十万，十几二十万，而且爆发全开，搞不好还没有加机，不可能，有吗？有吗？有没有那个时候加机是要灌水耶？啊。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就是准备画面了，可以看到暗队那边是我们的 MK 子，那光队那边的话是我们的屠龙者啊，而且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队伍配置了吧，而且我们的监控画面实在太小了，太小了，所以我必须要我必须要开一个，你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记得有申公豹吧，对，我记得有申公豹，可是我想说调荧幕的话我们会不会很难看，没有，说这个画面应该可以大一点，稍等我们一下，现在的话两边都还在准备的时候，那因为是由我们这边来 Q 开始嘛，所以那我要准备开始哦，准备好了吗两位？准备好了两位？两位准备好了吗？让我看一下你们是不是准备好好不好，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哦，屠龙者好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哦，那我就三二一 go 开始 go go go， 好，那这个队伍基本上是对应这一关啊，那我们路西法哇那个年代的关卡第一关三只游侠什么技能都没有非常非常怀念哦，不过这边第一关的哇屠龙者，屠龙者怎么了 MK子那边直接可能是想要找一个好一点反面，因为那个时候队伍毕竟没有什么容错率啦，没错、哦、所以我们速刷出关，天哪，大家看到暗妹是不是会有一种最初的感动的感觉，那个时候的暗妹应该解放，可是因为要打这关的关系所以不能带解放的暗妹哦，因为暗妹是解放之后技能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了。他因为他解放之后变成解锁用的嘛，对对对。那之前的暗妹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关卡，第一关三只游侠嘛，好，第二关就是我们的光游跟暗游侠，而且那个时候的实在是太怀念了，我快吓死了。第二关竟然是能力继承啊，多久没有看到只有四个字的笔记了？然后第三关是我们的越攻越强。那这样我还要说洛基真的是神之怒吧？对，洛基是2.5倍，二点五倍那叫什么？狂怒哦，狂怒狂怒。对对对对，而且只有妲己的名字比较特别。妲己叫什么青？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现在是暗之狂怒，现在洛基也生气。好，反正第三关是我们的越攻越强了。那这关是会随机出现光或暗游侠的，对，常常会有人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而且现在这个越攻越强，在现在感觉都不是什么难事。如果遇到这种。就爆过去就好了，那时候是没有这种事情的。哦，可是这个关卡是不能随便乱爆的哦。那我们再来第四关是我们的书哦，防御力是800000，不可破，所以这边要开对，所以这边要开我们的暗妹拼一下拼图哦，直接用吸血的方式吸走。哇，我已经看到玩家在就是帮自己应援的队伍加油了，加油啊！这是攸关精魄啊！啊，这边第五关当时可是俗称守门员的关卡，就是我们的光翼界龙，防御力是300000。
天哪，我们以前竟然这种家伙是我们的守门员，现在守门员是三十万要连续破两回合，那个时候有一个 MVP 是我们的解放大圣啊，对，那个时候没有解放大圣的话，这个三十万是很难穿过去的。现在这边的话看起来是开了安多哦 ，MK 子这边碰到的是光游侠，有没有觉得超回来呢？有没有机会？啊，古龙子这边看起来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就把他破防破过去。下一关是我们的火翼界龙哦，不过现在只是第一次挑战，还不用紧张。对，我们总会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打一次最佳成绩，没关系。好，这边的话，我现在看到这种，哦，他跳天降的水珠啊，这边竟然是随机四鼠盾哦，我们这样的王冠，哎，不是啊，竟然大家都还记得吗？我不记得了。光暗转换，然后每回合结束会把光暗星转成他自己的属性。哇，然后图文这边做一个鸭血奥丁，哇，有很怀念。啊奥丁，奥丁一压血加打起，有没有就一波带走呢？路西法的王冠是600万的血量，哇，600万的血量，现在看起来很可笑，可是600万那个时候是动的，没办法藏不住的那一种，啊、毁天灭地。如果能成功带走的话，这种成绩应该也蛮漂亮的，整一个加油加油！打起真的好久，20秒，两边都加油，不行，打起到现在还是神卡，有压血应该可以顺利哦，够了。那恭喜，就是屠龙者先率先出关，不过比赛还没有结束、哦，对，还要再打一个新的，越快越好，越快越好，我们追求的是又快又强。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第三关出现的游侠是暗游跟光游两只随机的，那虽然说暗游侠跟光游侠只是单纯 1.5 倍的差距，可是对这个队伍来说 1.5 倍是很差很多、啊、非常非常多，因为以前的增伤通常都是 1.5 倍到2倍之间，我说的是技能的增伤哦、喔、那个年代的增伤。今天子这边好像卡住，哇，屠龙者这边做一个屠龙者吓一下全部人，屠龙者好像生气了，又生气了哦。不过这个队伍虽然说很复古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现代科技哦，但是他们刚刚有偷偷拉角色猪，我看到了哦，有拉角色猪是不是啊？拉角色猪也是一个方法啦。角色猪至少可以就是现在这个队伍最需要就是一个大手腕嘛。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队伍普遍都是单主猪队伍，所以你会发现说啊，对不对？没有间距等等的，然后就没有伤害，等于不能打。对，以前就发现什么打到50关人民币就卡住。好伤心哦！现在有角色猪之后，哇，应该是稍微比较好应付一点啊。真的，以前的话，加上又是洛基这种队伍，对啊，单组猪队伍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以前的暗妹是十一非常非常久，那由于我们第四关就需要用到暗妹，可是其实说真的，这里每一只都 CD 蛮久的吧？安多也是，安多 CD 八吧，进场是6，其实我有点忘记他有没有神话哦。都已经是太久的时代了。对，申公豹是15，哦，打起是15，哦，洛基现在是8，以前是10。对嘛，所以我就说这一对其实你说暧昧很久没有啊，他的朋友们也蛮久的。蛮久的，就是第一关要冲，因为通常来讲你直接冲进第二关，第二关两只一起，一人一拳，一人一拳。哦 ，NK 这边做最后的爆发有办法，哎，也是一波带走，那成绩不知道如何。两个都加油哇，观众真的是很温暖呢。观众现在是在说两个都加油，觉得 so sweet。不过现在时间的话，大概还有4分半左右，其实好像打两次来不太急。对，这一关是四关里面最快可以出关的，如果你顺的话，一场只要2分多去打。对，但是现在的时间的话，可能看下一轮要跑顺一点点，这时候就应该要求神求母，就是求光队，求光游，求神求母。对，那我刚刚讲到这关是时间最短啊，之后等一下的每一关。哎，为什么切回到我们主持人的大画面了？发生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情是我跟戳戳在远方没有接收到的吗？我关注一下。哎，不是，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哦。导播，导播，出现了。导播，救救我们！我先掏手机来转一下。对，导播，那还是现在是我们的工商时间，记得大家要帮我们分享直播耶、yeah！ 直播到8000会有灭绝金玉车嘛？对，灭绝金玉很重要啊，很重要，真的。两次还三次机里包，哇，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请大家救救攻读生好不好？现在这里是一个新苹果攻读生，然后戳戳也攻读生这样子，请救救两个可怜的攻读生，拜托大家帮我们分享直播啦。古龙这边好像正在找他理想中的版面，因为进去暗珠多不多就可以大概思考一下。一组，另外一边呢？一组刚好。
一组其实就可以了。一组四缸，然后吃洛基的剑。这边如果没有乱天降的话，好，乱天降。你两组就会全部带走了。你的 flag 会不会怎样？哎，观众朋友们，我们两个的声音还 OK 吗？还是需要大声一点？对，都已经就是进行了快十分钟了，我才在这边问声音大不大声，真的跟不嫌晚，真的跟攻读生一样了啊！屠龙者好像又要再试一次。我们可以这边先稍微先摸一下暗指示，因为能力继承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难搞的一个仪器的。没错，有时候打一打啊，他朋友生气了，然后就不行了，亚美咯啊！这边的话看起来两边都还在奋斗，对。哇，你看这边有没有办法顺利拔两边？哦，好像可以哦。可是又这样的，好像有点。下一关是不是光游侠呢？是不是光游侠呢？暗游侠是一定要脚爆发，光游侠哇是暗的。暗游侠是可以直接，哎、欸，那是光游侠。你的哇有点太大声了。哇，对，因为光游侠是真的，你可以用力手转三回把它带走。可是暗游侠基本上一定会耗掉一只神龙宝，或是没办法，这就是当时那个年代克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很重要，属性相克也很重要，可以吗？声音可以，谢谢大家，谢谢。这边我们会继续拉了小色猪在这里呐喊的。好像不在桌上，奥丁多下哇！等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看不到 MK 值的画面，可是，在 MK 值死掉的时候，我们看到屠龙者突然颓然的往后躺下。等一下，他也是遇到暗游侠了。这是什么精神指连吗？哎，这边拉了角色猪，这边拉了角色猪，就打两组，可以打多少？对，因为他这边再多凑一组暗猪，主攻击猪。其实，好，你好不容易拉到角色猪，好像也不会说。失败了吗？失败了，哇！等一下一分半，有没有觉得速刷一次？哎、欸，不过因为这次没有，就是放在旁边放那个时间的排行榜嘛。那我之后比完了，我会跟就是官方确认一下谁的时间比较快，然后再统一公布给大家这样。好，那我们的分享数也来到7222了，722了，求求大家救救两位攻读生好不好？分享过的再分享一次，为了我们的灭绝金玉，大家加油加油啊！选手们也加油，时间剩下最后的一分钟。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讲过这个队伍是五秒转猪哈，所以都有多久没有碰过五秒转猪的队伍了、啊？我想一下，最近一次有什么啊？星斗猪盘是不是、那個、那个小费的关卡？不是那个啦，那个哎、欸，可是路西法有延秒对不对？旧的，因为旧的怪蛋不是可以用旧的队伍打？哎、那个有延秒吗？没有吧？路西法也没延秒，没有吧？五秒，所以那个就是五秒啦、啊。呀，最初的感动，来自过去的挑战、欸，来自过。就是那个不是他指定队伍，一个是解放的路西法，一个是没解放的路西法。没解放的，我都拿旧的继续打。啊，旧的长得可爱嘛，好事一桩。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第一个挑战已经快要结束啦，剩下5、4、3、2、1，结束啦，辛苦了，我们谢谢北科屠龙者以及 MK 的表演，没错，带来精彩的决战，让各位想起以前的噩梦。那这边的话，我们稍等一下，就是官方公布的资料。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第二关抽，换我让你抽。好，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拿这个箱子打？因为这件衣服实在是，要9周年就是摆在前面。哎，刚刚是可以拿出来吗？哦，在我手上。OK， 好啦，那我们的第二组是我们的白白跟我们的肥宅，也不是我们的肥宅，对，跟我们的木猪。好啦，那准备好了吗？两边应该可以吧？好，那看看这颗什么？第三关要给镜头看一下。好，那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我们的对关卡画面，关卡画面。等一下，我也太不会转了吧？这样怎么当王美？好，怎么当王美？懂到没？就是三，哎、欸，导播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就是帮我们切换到关卡画面吗？还是怎么样？帮我们切换一下啊，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无可匹敌的黑魔法，哇！这一关之前。就是我记得当时出的时候非常好笑，因为要不是纳兹走后门，就是用那个梅比斯走后门、啊。对，这一次关卡复刻之后，除了把中间的一些版权角色拿掉以外，基本上是原汁原味重现了、啊。原汁原味重现，所以你给予他们的队伍是？哎，是我们的七星的切西亚。七星的切西亚，哎，那他有那个吗？他有那个放过就是队伍里面有纳兹或队伍里面有没有放过？对，我们王冠请
请正面的去接我们的，现在是被迷糊了，被迷糊的攻击。对，当年的瑟雷夫，我相信应该，之前不是有那个榜单吗？因为他有上榜，好像第二名还是第三名。因为最近那个什么武尊的那个，因为武尊，所以有出现那个排行榜。对，武尊也有上榜。对，武尊是第二名吧？第一名是奥丁啊，不，第一名是一风王。一风王是 special 哦 ，special。对，然后是一二三这样下来。哦，那这样武尊可能是第三。嗯，对，我记得瑟雷夫超前面的。这也不超难，我必须说，我那时候是有吃屎过的，因为那个黑龙23，对，红绿灯，然后红绿灯23，然后10%，对不对？打人超痛，打就那个真的超难，而且纳兹转出时间实在太短了。好，那我们这边看到我帮、这个队伍是我特别为选手精心设计哈、那基本上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在进入。怎么说？请期待哈。那木珠跟白白准备好的话，跟我们挥个手好吗？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倒数喽。好，那倒数3、2、1，Go！ 好，那虽然说我们的切西亚的队员带一堆很现代的队员，不过别担心，这个队长还是当初那个原之源为了切西亚。原之源为了切西亚，你是什么？我们要讲话要小心哦。这现在在庆祝九周年，不要九周年蜡烛烧一烧就开始演烧。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是我们可爱的切切。那大家也知道，切切就是。对，不过这个队伍，我们先看一下队员的部分。首先，第一支是我们的熔炼的火巴，然后第二支是我们的蚩尤哈，最近有送免费食抽。我觉得给熔炼的火巴蛮作弊的，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蛮对他们蛮好的，因为火巴也是，我也是很有良心给这些队员，好吗？这每一支都有互相搭配，就火巴就是新科技了，对。然后后面每支都是新科技。第三支是我们的写作女神哈。对啊，第四次是我们的解放，逆转的火炎蜥，最近还有改善过。火炎蜥现在很多，这些全部都是大概一年内的东西。而且火炎蜥是那个也是最近的新科技啊。对，好，那这边接下来的队长技，怕有人不知道，我帮你们复习一次，就是我们的猎星嘛，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它必须需要多种的属性，然后才会有更高的背攻。那接下来基本上它主攻技能最近因为没属关系被放不到 CD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选手会非常非常的频繁疯狂开我们的切西亚，而且切西亚，等一下我有点担心这个会不会出事，但我还是想要问一下，比如说不会卡住了，应该是，至少在你定观察剧本的时候是没有卡住，超小事，很害怕出事啊。这边的话，对，就是一直切，然后再加上延希算是大拳头吧，延希就是一个长途增长啊，对，延希就是一个。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啊，这边虽然是新大。拼图盾，那我们接下来会列星想说怎么办呢？没关系，我给了他们的队员全都可以解这个盾。对，你要不就是切西亚靠赛出新珠，对，要不就是我们火巴炸下来新珠，要不就是蚩尤定版，对，要不就是写作女神第一。你再不行的话，关火炎也行啊。所以这其实不是切西亚重点。对，六支都能解新珠盾，我就看你要怎么扛。这就是一个现代的火队搭配一个。比较小众的队长，不过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打出来的伤害哦，一支一两百万。哇，这边的话，木桌按很快，直接啊，蚩尤强无敌哦。蚩尤在这关的意义大概就是一个定板，还有一个常驻哦。蚩尤在自己狂战的情况下会有2.5倍的救援权，所以就是这其实是蚩尤队，就是负责站着。真的负责靠他顶着对，因为这个2.5倍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啦。好，那么两边现在的进入的关卡层数是差不多的，就看，其实我觉得黑龙那边应该是一个蛮好拉开，因为只要失误一次就有人记得这关以前就是会呜，然后就黑龙就少一条血，黑龙就少一条血。好，那我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原本的黑龙，因为它是版权角色，所以现在已经被换成基层了。机场还是很帅啊，刚好对应我们伪王的贝尼夫嘛。对，都是可爱好看的角色，机场帅。可是伪王明明是按摩啊，对，怎么会放按人进去呢？现在是又要延上吗？错了，现在是又要延上。所以我们对机场的第一条血是单纯的黑白珠就不能消暗，可是第二条血在当年可是噩梦，撼到整个神魔，
对不对？一堆人在问说这个要怎么转，请问。而且还会在线球，然后附上版面，然后对在线球，对在线球，就是现在路径怎么办？而且这关会有一个强化中10%的限制。不过切切是几秒啊？五秒吧，五秒也是五秒23颗，会不会太残忍？我有送他们一个写作女神的武装哈，所以其实是6秒的样子。啊，所以你们那个写作女神是有带武装的，对，我是有特别送给他们时空之门的角色，对，哇，人蛮好的，是不是有人排错了23了？我看到了，完蛋了，完蛋了啊！那这边的话，哇，尴尬，因为这关我刚刚在进关前我说这关很难，因为这关打完一场至少要6分钟，这关就是最麻烦的地方，对，也是我自己也觉得是最好拉开时间，打算要手转。哎、欸，不过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说啊，因为这个关卡比较长一点，所以可能会来不及挑战第二次。哇，对，因为这关真的是魔王关，总是要找一关比较刺激的嘛。真的，真的，没关系，白白白白现在开始很苦恼，他一定很恨你，你知道吗？还好吧，你抽的跟我关哦，跟我关。好，那我们这边先看一下木兔的画面哈，这边是我们的。欸、原本是复活变强4次，但我们都知道复活变强这个技能已经 disappear 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这时候我就很鸡婆跟对方说，欸，可不可以帮这关加3条血？这关就变成是一只4条血的王，但蛮好的啊。那这边的话，木珠已经看到我们的小飞啦。我们关键的是队伍中没有跟没有的时候，全队超级重置加上附加消除。对，队伍中没有火拳少年以及妖精萝莉老太婆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诚实的面对那个角色。对，那这边因为王冠的打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加上回复归零，所以我特别给他们一颗回满血的龙科。哇，人蛮好的，哎，所以龙科你也是自己指定的，对，龙科也是指定的。那你负责想这些就是欺负人的东西，花了大概多久的时间？我大概一天在想。在想怎么欺负人哇、欸！我很，你知道我原本要指定是我当初打这关的那个队，那我们等一下看到了。你原本你另外在另外一个地方，对，我原本还想要再指定一个更好笑的队伍，就是啊，对的，我还是一个好人，算了。你还是个好人，你不是啊？好，我们这里看到木珠王冠开了龙科，那这龙科有4神减2的功能，那如果能减到火炎蜥、火巴、蚩尤之类的话，可以大幅提升这个技术。但是就是你真的是塞了蛮多都可以用的。那带走第一条血来，二血的部分呢？如果这边有哦，二血这边要做一个纯技能的动作。清洗完啊，血作之神跳了，然后切下要用切下来补血，因为切下可以转出整版的火神族强化族，可以补一下，补非常非常多，而且二血是新进销，它那个一康一康在降火，降。对，那如果二血这边其实如果你有捡到火巴的话，因为接下来是炸星的关系，所以哎有哦，他这边直接开蚩尤加火巴，好定版，然后血作女神火焰化直接全部送给他，这样子一定是 A 的过去的啦。对，王二的血量是2亿5000万，哇，2亿5000万，当年也是好难打、哎，现在的话连小怪都不如了，3亿多，你看他开了4招3亿多，现在连小怪都不如了，耶、yeah. yeah, ！恭喜我们的废宅成功出关，而且木珠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也没办法挑战第二次了。你看这个这个垃圾关卡已经浪费了，你不跟讲，哎、欸，这是我挑，这已经浪费了大概太。浪费这些青年才进7分钟的时间。好，那我们请教一下木珠选手，如果他现在听到我说话的话，你觉得这关我设计的如何？设计的很烂的话，请点个赞。对，如果设计的很好吧，很烂。你也觉得他欺负人对不对？你也觉得他欺负人对不对？那这边的话，我们白白还在努力的挑战。欸、他有机会2分钟，应该可以看到王冠吧？哎、欸，他对你比爱心哎、欸，怎么样？你们也是 BP， 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底在王者杯中间发生了多少爱恨情仇，是我没有参与到的？是，哎、欸，本来是没有带走啊。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哦、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也听到。哦，你们是 CP 这个意思？不是，绝对不是。哦、原来如此。哦，本来这边没有带走，有一点小尴尬，因为这边叉烧其实有一点点烫哦。叉烧，你们就会，白白别摇头，不要摇头，因为我看不到对面的血量。哎，哎呀，没有带走，完蛋，这一，那这个血量，因为这关是叉烧20%哦，所以其实有一点点的，哎呦喂，然后我那个血量，现在基本上只要出火队队长，大家都会在想他有没有防烧，他有没有防烧。对、啊，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哎，那个是不是那个火拳少年是不是会烫？是不是应该要放一下、啊？对。好，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办法看到他怎么跟他的23盾至少复仇一下？有吗？有机会吗？
对不对？哎，第一次。现在时间是一分多钟，那我们一分多钟。哎，这边机场要吼一下啊！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吼啊？真的是搞，真的是搞混自己。好，这边的话，异形应该就是叔叔来了二三顿。啊，这边火爆开镜头好像会延秒的样子，所以不用紧张，慢慢来。大家其实都穿着就是九周年的外套，这我今天本来就是没有这一件外套的，为了参与九周年，所以还骗了一件外套回来。对，官方也给了我一件，可是为什么要挡住？因为这件衣服实在是太……正常来说它是可以拉起来的，但是错错的布，所以我只好用这个香肠布，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哎，大家都可以拉得起来，完蛋了，全场嘲讽另一个。好，那么这边的话呢，剩下时间最后三秒。那请问这边究竟能不能？哦，好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我看到加基远，因为自由打得很痛，靠他顶着。好，看到王17秒，完了17秒十。因为当初我在看这关的时候，这关是完完全就是一个350万起的白板，什么都没有。嗯。好，所以我很鸡婆，想要帮他加了350。也没关系啊，他不是叫什么九鹰？九鹰什么？我忘记。对对，反正就是一只蛇蛇，蛇蛇。啊，那我们恭喜我们的鸡翅肥仔哈，鸡翅肥仔，恭喜木珠。哎，为什么刚才为什么看到白白团灯暗了一下，我吓了一大跳。好，那么最后的成绩呢，我们会在结束之后公布。Okay, 那第三个带你抽，最后一个我抽好了，是这样吗？第三个我们接下来要对战的是我们的兄弟。最后一个还要需要抽吗？最后一个我不管了，我说了算。好，那我这边来哦，二分之一的几率，我们剩下仙水跟解难嘛，来喽，来究竟是，噔，是我们的四。好，我要来王美手势。来这边的话是第四关，有请导播哥带我们看一下关卡。哦，第四关是我们的解难，哇，这个兄弟应该都很熟悉啊，因为王者类的刚结束。等一下，兄弟是有在渴望要抽到解难的吗？对，因为解难这关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转就对了。对，但是兄弟，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家有在选手们有在群组，就是各自讨论过。然后我好像有看到很多人说什么简单，他就先去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兄弟们是有包含在那个部分。不过简单某方面讲，他们也比较熟悉吧。啊，也是，毕竟王者杯都打那么多次了。因为我每次王者杯都有类似这种东西啦。别忘了那个时候的解难，可是一堆人都在第二关就卡了半天了。没错，那么在第三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的分享数来到7742啦！求求大家救攻读生，救攻读生们，攻读生们很需要养家糊口。那个箱子可以还我吗？不然你不看见。箱子请还我。我看到。好，那么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下去，顺便帮选手们加油。那么这边的话，应该两位应该画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选手们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啦？小布哥，很讽刺的，我们的解难关卡居然是今天秒数最长的。对，我还没有问解难是什么哎、欸，就跟当初的决赛一样、啊，是恩利尔啊，一模一样的队伍哈，曾经的噩梦。恩利尔，所以一样要打那个全板盾，还有那个走路看不见的八伤狗。对，然后那个全板盾就是会打到说哦一滴一滴打完就好，然后还要开恩利尔加速追打，耶，开心。好，那我们这边的话，不知道选手画面准备的怎么样了？8000了，谢谢大家，耶，新年快乐，生日快乐，祝所有也是一月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我不是啊，我只是想说，就是跟神魔之塔同乐一下嘛，就是祝那些哇，今天我生日，每天都是他生日的人，对，生日快乐，因为代表公主生今天可以了，可以带一个机遇回家，对，可以了，公主生今天业绩有达标。好，奇怪，画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明明大家都在台湾，但是心却离得很远，怎么会这样？选手应该是在隔壁房间啊。对，隔壁房间，我们光队跟暗队有分开坐哦。来了，那两位选手如果准备好的话，跟我们镜头比个 OK， 我们就可以。OK， 另外一位应该是确认了吧？他为什么好像在看旁边？不知道，我说他们的字卡是怪怪，还在上一场的字卡，拜拜。还在上一场的字卡，现在是 OK 了吗？而且我分不清楚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因为有一个比了 OK， 有一个哦，可以了，3、2、
一，开始啦！进关吧，进关。啊，不过我们可能要请官方改一下上面的名字，因为上面的名字是不对的。对，上面名字是错误的。对，有了上面的名字，我应该就分得出来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你不知道是谁的奶奶。哥哥跟弟弟最好辨认是辨认声音啊，他们两个声音有一个比较细，一个比较粗。你们这又是什么我不知道TP 吗？哦，这边左方，因为我等不知道谁是左方。好，那基本上有看过我们之前王者杯的应该都知道，我们的第二关，对，俗称，对，旅途的终点，旅途的终点是我们的走路问号珠加上手消发条猛。那因为恩利尔对武器的特性，所以你记版面也没用，对，记版面，排版面也没用，所以你要每回合都要一个全新的版面。对，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我现在是不是要回去我们的群组，然后查一下那个解难，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很讨厌这一关。好哦，哇，这边也是差一点点的，哇，这关其实很容易出，还有办法放第二关，因为放第二关你就马上出一只马上进来。这边的话也要稍微说一下之前王者杯大致的情况啊，就是解难好像也很少人就是通关，对，而且看白白很想要抽到这关，可能没抽到啊，都是你，哟一定是因为你第一次先抽掉一个，哎，你第一次抽到什么？抽到那个露西法，对啊，你抽你这样你提升了那个。你降低我抽到解难的几率，也提升啦、啊，提升吗？同时也提升啦、啊，本来是四分之一，就变三分之一呢。我本来等一下一定会想揍我，好想看哦。好，那么这边的话呢，必须要说一下解难，我们是比就是总通关的时间嘛，所以好，这边的话已经有一方出去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换我们上面的那个什么，就是选手的名称，对，选手的名称导播，哎，换了。还有换跟没换一样，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你会知道，好歹你也听声音，好歹你也跟他们要好那么久，我不知道是合理的好吗？好，这边的话，弟弟早安，没有啊，二弟弟刚才重新挑战不是吗？然后哥哥现在也要进入第二次了，这是什么悲伤的悲伤的故事？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那个镜头如果放同一个镜头，应该不会。你说他们两个其实就是上下镜头同步动作，然后有一个人没有那个。哦，说的也是，反正我们现在发现分不出来谁是谁。第一关是巴康果盾跟手消。哎，为什么大家突然都涌出来说支持光队啊？怎么突然光队的粉丝大暴增？是其实我自己的暗金过是比较少，因为我练卡练暗可是比较多。没有，其实金过真的要说的话。因为拆都是拆石抽卡啊，那石抽卡哪个属性比较多，其实就稍微会几乎都是一批一批来的嘛，就是会影响一点点。啊，就是我练暗属性练了一堆奇怪的东西，像最近刚解放的青四皇，我就全部把它加了。哦，哇，大爆仓啊！说的也是啊，阿正好玩，对，好玩，好玩又强又好玩，哇，痛苦，第二关疯狂的痛苦 ，pain，very pain， 他们是 P A N 不是 P A I N。没错，好，这边的话，又出发了。这边弟弟再度出发，哥哥也出发了。哦、是不是因为？哦，六七哇，又差，一千多。而且这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止恩利尔跳地的时候可以开增加对打，还有一件事就是恩利尔的回复力不太高，对，有点低，所以有时候会被打。因为哥哥率先走到，因为其实第二关过的时候你就一路走到第九关，这边其实对选手来讲不是说什么。很难，因为他们都很强嘛，那不然怎么会叫高手挑战？单纯就是单纯叠珠啊，或是手消之类的。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全消了啦。对，就全消，所以就第二关过了，耶、yeah! ！然后到第九关，耶、yeah! ！好，这边的话，哥哥已经挺进了第四层啦。哦，这边真的没有办法分辨谁是谁，无法就是针对他们的情绪来说一些事情。哦，这边技能，我刚才说就是怎么大家都在就是支持光队，现在就一堆暗队的粉丝团跑出来了。啊！哇，死掉了不？刚才有一个人仰天长笑，但是我们两个都仰天长笑，谁是谁啊？花黑粉啊，原来是两个人。还有五分钟没关系，莫急莫慌莫害怕。因为现在两个人其实都还在很前面的层数而已。我们想要看全版超拍桌。全版他在给压力哦，跟我无关哦，我这都一直在说加油而已。第一关其实有一只手消五跟八康，那我们可以在比赛的时候看到，常常会有人就是哇手消五，然后叠到八康，两只一起解决。哦、不过通常都是一只解决一只的，两只一起解决有点浮夸。
因为两只一起解决的话，搞不好前面版面还要想比较久。六，他一直在消六康。他一直，你刚刚那个是唱歌吗？他一直在消六康。康，好，这边的话又进入了 pen。哎，好像是五喽。好，这是五康，你们就是四到八康，再来，有了。但是另外一边的话，第二。而利尔可以挨几下，两下就因为你回多少星图，你还得看他心情。六七哇，哇差一点点，真的是还好，这个不会追打、欸，太过分了。让我想到当初在八方镇的美好往事，哇，他前倒了，好强，哥哥！哇，哥哥再度率先挺进了第三关。哥现在是已经八汤上手了，是不是已经？脑子有形状、啊，这边是好像年府六格，加上死囚六一样。哎、欸，只要不是常驻的年府哦，就有问，就好办事。哦哦，没错，大字形转珠法。三四五六，耶、okay, yeah! ！好，这边的话，弟弟持续挑战八 combo。有没有？三四五六七，差一格、啊，好可惜。那个星柱歪掉了。那个薛丁格，他刚刚是因为是六康改的样子吗？同一人又跟港湾又忘记这个技能，还是五鼠，好像是五鼠的样子。等一下看他有没有跑出盾来。是五六，感觉是五鼠呢、哦，因为他有、啊、那个六康，然后加那个好像水火什么东西很康的，有点忘记。哦，水火木光同。对，好、啊，这边是好像不能那个手枪一加五鼠盾，我没记错。好，这边的话，那个的最后一下。那个哭啊！教主你在哪？教主在吗？教主帮那个加油一下。但是五六七，使用我们的阶梯式叠法，他消耗两颗 ，OK。不，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加油啊！啊，阶梯式叠法其实是算是一个蛮常用的小招，如果你很常玩卑鄙哭之类的，嗯。哇，啊，刚怎么在破？你有加到五组吗？阶梯式啊，永远都记得之前 NK 去在王者杯第一届的时候，用阶梯式叠那个石头，哇，好漂亮！哦，你说石头，我刚才讲阶梯式叠就叠石头，然后开始在放空，然后就觉得什么意思？这种人还是人类吗？哎、欸，哦，这边是水火心同康吧，然后不能消其他三个，不能消光暗。对，然后还有六康，这个很讨厌，就喜欢一直放一个六康盾在那边。好，这边的话来到了第七关。五鼠强化盾这边应该是开我们的，就是叫什么文武取星。文武取星。哎，五鼠强化盾，而且不能消暗珠吗之类的？三四五六 ，OK。哦，那有没有机会看到有人通关呢？这边的话来到了第八关，下一关就是那个问题了。手枪六组属性，不过这边还是要继续帮弟弟加油啊！弟弟这边二凤的第二关 ，P A， 哎呀，对，我以为你会接，可恶啊 ！P A， 哎呀，好，这边呢，还要走到全版要究竟？那我自己是对手枪全版一点概念都没有了啊！手枪全版很厉害的，完全没概念。感觉印象中，哇，这边决定开娃还是卡猪？这边小妹还是卡猪？小妹怎么卡猪啊？小妹卡猪现在不是我的锅了，跟我关。然后这个好像没卡，可是新珠有一点点远。嗯，新珠是木珠五颗，利儿是七秒，对不对？对，利儿。不对啊，这个版面是不是三升五五五三三三的版面？等一下，你先不要。对，他们在。七五五三三的，完了所以还是很厉害啊！不要难过，不要伤心。但是，以比赛来说，如果有人出关被炸死的话，是没有。哇、哦，他消到了！恭喜！啊，至少我们今天看到炫马系列。至少可以，至少两个人都是挑战自己成功了嘛，对吧？啊、有没有人看到这个技能觉得很眼熟？你上礼拜第一集就是跟这个技能差不多意思。弱化版。没错。噔噔噔噔噔噔。啊，这边王子维打的是100颗，不过好像听不到。
才能修完100颗了。哎，竟然有玩家支持我，谢谢谢谢大家。哎，也支持一下他，他外套拉不起来哎。好，时间到啦！那我们这边至少看到下马机了。至少看到下马机了。之前在王者杯其实也是这样子，这一关就是大家能够破八康，我们就然后能够全满消。对，至少看到下马机了。对，那辛苦就是兄弟党啦。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组啦，是我们的猫猫对战 VS 那个，他们两个都有拿过冠军。对 ，CP 组。CP 也是 CP 啦，应该吧？他们感情那么好。是 CP 吗？我等一下问一下可以吗？这个可以私下聊一下吗？啊，最后一个关卡就由你来聊是吗？没有啊，只剩一颗了，不是吗？那这句话是我讲的，你说你要抽的。哎，没有，因为我当时我没有想到只剩四颗，你知道吗？你要装一下，你要装一下。哦，装一下是第二关，对，第二关，第二关。对，好，装一下，装一下。好，我们这边来抽出猫猫跟 NK 需要挑战的关卡。最后一关是22。王美手。等一下，怎么？王美手是我们的第二关啦、啊。洗涤世间的恶，我们的仙水，洗涤世间的恶。仙水是，但是画面却是摩斯的部分，应该是光人两段变身啊。哦，你好棒哦！因为王冠，仙水的梦里几个很酷的关卡是，他前会先跑出来。不是，等等，这个是你想的吗？是就是，是刚刚设计。我还夸你，可恶！可是我觉得很有创意啊。那么就是仙水，你是怎么样准备的呢？哇，那等一下就知道，是一个我以前曾经很喜欢玩的泥音队啦，有强度，但是操作起来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队。好，那如果选手已经 OK 的话，我们已经进入画面了，因为我们还是看不太到。对，这个队伍是来玩，那个是大概3年前电玩展的啊，光岩地狱光岩系哈。对，在那个时候其实是顶尖的费率，而且当年只要你在电玩展有输入那个条码，你就可以直接拿到。耶，那个队伍是196，其实很强。好，那这边的话，猫猫跟 NKH OK 的话，帮我们比个 OK， 我们就来倒数，好不好？两边 OK 啊，有NKH 还犯傻。好，那我们3、2、1，开始。好，那地狱光眼的队长技虽然高达196倍，可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哈、哦。他要达成一个所谓的三成就，什么三成就呢？左边的一直排，右边一直排，加上底牌要全部清光光，就是个鱼。但是我还记得这一支岩溪的技能是什么，它是光围城，对不对？光围城，还有加伤火。耶、yeah! ！我那时候可是玩得很认真的，我那个还在我的年代，开什么玩笑？那我看到队员的部分其实是有一点现代的，有点现代是不是？对，非常非常现代。那第二支是我们的哈迪婆婆，哈迪婆婆夏日版本，就是天选婆婆。对，第三支是我们的圣诞版的老妈。猫猫刚才是顺进顺出，就是我。哇！在我们还在聊婆婆的时候，啊，今天这是我们的圣诞伊贝斯哦，那其实是拿来替代那一个合作的，那一个。好，然后第四支是我们那个合作可以讲吧？你说我们的可以讲吧？可以讲吗？我觉得可以讲啊。可是你刚刚讲那支，对吗？是来替代我们的皮卡用的啦，对。对。然后接下来第四支是我们的圣诞艾莉亚，是来替代我们的迪迦。迪迦，不过艾莉亚跟迪迦种族有差，对，不太一样。伊贝斯是没差的。对，然后第五支是我们最近火热刚解放的圆桌骑士亚瑟哈、哦。那你会想说，平坦王，这么多现代化队员，这个会不会很简单？其实没有，因为我把他们的武装全部拔光了。那这样子延期是几秒啊？5秒，五秒转身要转一个大鱼，我是不是很好心？怎会如此？对，把它全部拔光光。我以为延期算是比较后来的，因为那一年电玩展我有去啊，那延期就是瑟雷夫那一年啊。瑟雷夫那一年，他怎么可以只有5秒？好歹有个7秒吧。不是，因为那时候就拿196倍都有在打瑟雷夫啊、他们都出去了啦，你干嘛这样子？他们我也觉得你很好，我本来想要这个打瑟雷夫。他们是 CP 你就默认他用开开心心的吗？我可以单身，但我的 CP 一定要结婚，好吗？完蛋，等一下我被他们来讨厌啊！这边的光岩的话，基本上都是第一关先存个2回合，然后第二关再直接一波带走。那这个队伍在其实它距离千水已经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所以基本上你第一关达成三成就是可以直接带走。但是他们好像为了第一关努力达成三成就，怎么一直下去、啊？对，其实只要达到三成就的话，伤害就应该够了，就不用顾虑一下中间的。可是五秒真的要转一个大 U 很。你没看到猫猫一直在摇手，你在镜头笑，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很讨厌你，完蛋！因为我看不到 NKH 的脸 ，NKH 好像刚刚手不知道抖什么意思。我这边带走了我们的，NKH 已经先来到第三关了，所以要先
好吧，因为要纯净的那个第三段第二条血需要用到艾利亚系或者亚瑟。我刚才本来以为你已经会被雕雕，这是最讨厌的，那现在好像改观了。然后我要特别挑一些平常玩，不要是他们啦，平常玩家可能也不见得玩得过队友。平常玩家搞不好根本，妍希以前有队长热门过吗？你说光眼吗？对啊，没有对吗？你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不管是高手还是普通的玩家，真的看到这个队伍一定会有一种哪里？什么意思？什么什么奇怪的东西？什么意思？他的队长技是啥？可是真的不，那个时候一张免费卡可以几乎打临时射雷布，已经很厉害。而且那时候其实光队的队长艾尔莎的定位又不太一样，艾尔莎是人跟妖精嘛？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说什么？为什么在艾尔莎没有被提及？因为要妖精。那这边直接哦，他这边直接选择直接开哈底布嘛，这样够吗？你不要这样子，你知道他们是能听到我们声音的吗？哦、这跟我准备不一样。看来是有算过的。你不要让他们紧张。啊，这边全白，他这边先做一回纯技能的动作。啊，关妍希，啊，那关妍希基本上整个就是不讲理，一坨给他砸下去。好，光妍希打得出加击耶，不对，196倍可不是小数字哦。我觉得打得出加击，在今天看来就是是不是有人开反了？他说应该要先开哈利波，再开亚瑟。哦，你不要再给他，已经剩下五分多钟了。等一下，刚才瑟雷夫有通关吗？有啊，有啊，七分多钟啊。啊，对，七分钟，我刚才还说浪费了他们七分钟人生，完蛋了，现在。仙水池搞不好要徒劳无功。没关系，猫猫来到我们的第七关。那第七关这边是一个中毒加自残20嘛。当初其实曾经被想说啊，你是来挡巴龙的，对不对？因为巴龙那个时候对于没办法攻击的敌人就没办法攻击，而且中毒50他有一点痛。巴龙，对，不过巴龙还是过了。听到巴龙又有一种又是老家伙，怀旧，又是老家伙啊，就我还进销案对不对？共生队吧。这边的话，用力做一个补血动作哈。那这边 OK 就又出去了。那你，不过这关时间其实很充裕，如果这关可以顺顺的打完一场的话，只要大概三分钟左右。啊，你有试过是不是？对啊，就每一关的时间大概都差不多那个时间吧，三分半左右，如果顺的话。哦，你现在是在给他们、就是、没有，不可能，给他们门槛压力吗？不可取啊，不可取。开 A 牙，然后这边要补满血，因为这边不满血，然后后面会补血嘛，还是小动物。OK， 他是笑，他笑到木珠了，又是木带着走 ，OK 带走了，好，直接二血，送他一个光，对，送他一个光眼，整版就是围城，就是看得开心。为什么要补满血呢？因为这关先出来的仙水，就是说摩斯会踢你一脚，哇，看这个血量，精算师，他这边直接开亚瑟。那为什么要带亚瑟呢？除了那个定板以外，它还有伪王破功前的功能。因为伪王，如果你被敲到的话，你会有两台风暴，对你一个成就都打不到，剩下多少？剩16倍，不用玩了。啊，这边的话开了一样，我们的破功前利亚，有没有机会一波？有好多天阵，可以吗？一波带走，可以。好，王二这边应该就是一个光炎蜥加上，剩下一倍是两招下去啦，有机会。有，很兴奋，很兴奋，很棒就是有他做起来了，很兴奋，觉得可以结束了，可以结束了。那我们这边的 NK 这边有没有机会出关呢？他这边聊到第四关了吧？猫猫，这是选手们自己的账号吗？对啊，选手们自己的账号，他打了你新成绩，还是他是有那个重新那个？对，应该是有清空过了。哦，应该是清空过，是不是？然后这边猫猫选择在进关，因为像我刚刚说，如果你顺的话，三分钟就可以打。啊，刚才已经跑过一次了，应该心里会稍微有底一点了。这边 NK 是也到了刚刚的地方了，因为其实这队比较难的就是前面一二三关的衔接。你前面几关打完之后，后面就是一直定。有，刚才猫猫跑很快就跑到第七关了。中间跑很快，没有其他第三层就完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孩子们都很冷静，你不要激动，冷静一点。哇，不要放弃啊！怎么退出了？怎么退出？不行吗？他有他的想法，不要逼他们。这边直接开，他这边选择直接开哈迪婆婆硬打。硬打、因为当初没看到那个锁定说，那有没有就会硬带走？有他也是精算师。他艾莉亚还没变身，两边的剧本不一样。两边剧本，这么回事？
哦，他这边是用亚瑟补血，因为亚瑟下一次用到就是王冠了。嗯，对，然后艾莉亚等一下再变身带个两倍，然后或许会比较痛一点，因为艾莉亚的那个变身的两倍是有放在回复力的。啊，就是迪迦的变身嘛。对，那这边的话可能再回血比较方便。哎，我这边在省技能哦。有，要。哎，拜拜。哦，那 NKG 有没有觉得比猫猫还要早出关呢？你不要这样子说，猫猫可是一直盯着看的、啊，很紧张啊。对，好。你怎么转的？像，哎、欸、哎、欸，为什么想了一下？哦，要塞，要拆一下，对，就是要三成就，这个三成就真的是非常的搞人哦。好，直接带走、哦。咚咚咚咚咚咚。其实。中间这边都跑得蛮快的，对，因为后面因为我这个队伍给了一二三固板，很多只固板，五个固板，那阿丽亚可以还有觉得哎、欸，所以你其实还是真的有点人性耶，因为他都五秒转珠嘛，我很乖嘛，对，你跟我说没有故意，对啊，就哎蛮感人的，好吧，他们应该不会讨厌你了，没错，这边看起来这边 NKP 的就会打完哦，时间部分究竟是谁比较快呢？好，到了王冠啦、啊，我们的摩西，我先直接开艾丽亚加亚瑟。哎，咚！哎，这边选择只解一个成，哎，不对，一个成就都没有。这哎，我记得是两边的两值吧？这样再走，哦，可以耶，哦，一值好像就够了哦。人家是有精算过的。哦、不好意思，我忘记那个对讲器了。啊，你们直接一扛下去，直接应该就是没有。哦、哇，那这边的话，我们最后的时间，哎，不过最后压轴两个人都有出关呢，棒棒棒！好刺激，好刺激。那这样究竟是谁的时间比较快呢？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小了。那个画面真的，我们两个现在都快要斗鸡眼了。其实我们连就是 NKH 的脸都看不到，NKH 搞不好中间有笑啊或犯傻之类的，我们都没办法跟大家转播。我们现在要不要吼一下？现在就是等待最后的那个成绩公布，然后现在两个选手明明就已经打完了，然后还在想说可不可以切画面。我们两个现在要干嘛？好的，时间的话剩下。哎、欸，其实刚刚的早安有打完哎，你看他有那个出关的记录。哦，早安刚才有结束掉，是不是？好，看来我们今天每一关都出关了。跟选手们说再见，拜拜。好，感谢选手们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对，感谢猫猫。这个是3:1耶，是猫猫的时间比较快。是猫猫的时间比较快。对，刚刚我看到是3:1耶。等一下哦，等一下，我们等官方。OK， 我们等官方， okay. 你先冷静一下。冷静。希望官方还记得我们两个主持人什么都看不到。对，确实。希望官方能够。就是告诉我们一下，虽然导播哥现在已经把画面切回来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今天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的参与的选手。第一关是由我们的北克屠龙者对上我们的 NK 子、嗯，然后第二关是由我们的白白台湾雕对上我们的鸡翅肥仔，也就是俗称木主，俗称。然后第三关呢是由我们的这个也是兄弟相杀，对，俗称的早安哥跟早安弟。那最后压轴的是由我们的猫猫对上我们的 NKH， 那这几位选手呢都还会常常出现在各大就是神魔的比赛啊、转珠啊，或者是示范关卡之中，或者是官方有时候会用他们的攻略啊等等的分享给大家，那记得继续支持他们哦，青年才俊，青年才俊。